想要掐查大脚霉的朋友赶紧来看一下，特别是在春季，使用这种方法成活率高，生干快，不管是老枝还是细枝都可以成活。首先选取一个已经木质化并且没有发芽的枝条，下端剪一个45度的斜口，枝条的顶端剪成平口，不管是粗枝还是细枝都可以这样操作。再准备一瓶快速生干液，500毫升的水里面滴上十几滴，把剪好的枝条放进来浸泡半个小时，再准备一点泥炭土加珍珠盐，然后把泡好生干液的枝条插进来，深度为2到3厘米，再使用刚才的生干液给它浇透。也可以使用一次性水杯或者是矿泉水瓶来扦插，扦插完以后上面要套袋或者是盖一个盖子，这样可以保温又保湿。平时的温度要保持在15度以上，并且要有光照，大概20天到1个月就可以生根和发芽。每次扦插我都会使用这一款生干液，现在刚好有活动，买一瓶送一瓶，在视频的下方就可以买到同款。